你咪见到啦，出面啦。哇！哦，侧面，侧面，侧面，背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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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！朱伟在哪里？哦，来来，哦。青春洋溢的性感，太好看了。因为穿这件就是海滩的感觉，所以我跳一下，没错。穿起来之后，其实没有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哈。有啊，很担心，就是你很 OK。今天早上忘了先上厕所再来，数遍啊。还是你刚刚吃太多？还有，你这已经很 OK 了。对啊，勉强，可是还不到我之前的标准。标准是是是，跟你他原来的标准差多少？差大概应该有两寸吧。两寸，你本来几寸？他之前来比赛那个小蛮腰第一名，数遍可以加个两寸。然后现在你觉得24，你还是觉得不行？应该23、24有。OK， 其实很正的啦，厉害，真的，而且那肌皮很好。怎么了？请帮他捡起来。不是，麻烦你捡起来。太近了，太近了。对对对。来，张女士，把那个麦克风捡过来，麻烦开始。在夜店，好，看到这个麦克风，哎，哇，这他们的剪法都太安全了，对啊，怎么没有人 M 字腿剪麦克风？你剪一次，剪一次，怎么剪？你希望能示范一下，版本跟你示范一下正确的剪法，对，剪。那这套衣服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地方不安全？我觉得是上半身，因为它这边会滑动，对，小心要，对，它滑动。我像我刚刚动一下就整个都滑掉，是，所以你要必须注意这个，而且他的裤子非常的低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记得要，如果有女生有毛长得比较高的话要处理一下，对，汗毛什么的，而且恩琪的皮肤很好，你背面让大家看一下，对，他皮肤真的，他整个没什么瑕疵，很棒，然后他这个你看，真的是美背耶，哦，谢谢谢谢，这个 S 线征婚，真的这个干嘛？真男友，再玩几年吧，啊，很棒，恩琪真的超棒的，谢谢，非常漂亮，好耶，来请，这个已经不需要再加。这个东西的，这个在家哈，全国观众都会引起公愤。对，真的加哪里啊？对，好，对，五位战袍出现了。最后，为了照顾所有的观众朋友，麻烦五位请到前面来，站一排，摆出你们最诱人的三连拍，预备起。好，预备。哎呀，好，不要再这样了！喂，吓到我！暂停，吓太夸张了，吓到好，来，大家站一排，一起摆姿势，预备。奇异果的。一，我吃过。哎呦！好厉害！拼了！第二招，拼了！哦，都是。弯腰。思佳加油！思佳加油！拼了！哇塞！好塞！这位大婶，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回避就回避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每一位都穿得非常漂亮，太厉害了，性感指数达到100%。谢谢五位美女，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